我以后又不出国，为什么高考、公考、企业招聘都要求英语成绩？在不同阶段，站在不同的角度，我会有不同的回答。最近有三个 responses，从第一手资料了解真相。我发布了一篇非真相的小红书，兰蔻澳洲官网买到中国产焕白面霜。事实是，这是一瓶标记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授权本产品的生产，产品底下写着 Made in France。法国制造，如果没有学过英文，看起来有图有真相的帖子会发酵成什么样呢？追星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喜欢的15年以上的歌手，很多都是 bilingual，不学英语都看不懂他的日常动态，创造可能。如果不是我爸学过 Australia 这个单词，4年级的我都不知道遇见的第一对外国人是澳大利亚人。决定出国的时候，可能也不会对澳大利亚感觉更亲切，也就不会有旅居澳洲10年的经历。那你为什么学英文呀？